出发啊，2月6号我们从苏澳的中华电信会馆准备出发，继续北上第6天的行程，加油！这是苏澳清晨的街景。我们一大早来到苏澳车站，来，我们一大早来到苏澳车站。哎，苏澳车站建筑，哎，粉红色的，蛮漂亮的，蛮清新的。哎，各位有没有睡饱？有没有睡饱？小柯有没有吃饱？小柯嘞？哎，找不到小柯啊。好吧，看一下苏澳车站，这是苏澳车站的候车厅。经过苏澳冷泉，用眼睛看一下，我们就要离开了。早上我们来到苏澳冷泉，先照一张精神照一下。虽然这种天气不适合泡冷泉，但是我们心里是温暖的。我们是要来爬7星岭步道的啦。7星岭步道，步步高升，旁边两旁都是桂花，可闻桂花香。2星观澳，那叫什么山？这是7星岭的三星，我们要观的是观山。关山要看这边啊，对不对？那边有山，你们都看那边啊，对面也有山。我都看你啦，啊，看我好了。我来到这四川啊，4星观树，但是看不到树。我们那时候有去苏澳港吗？5星观港，海拔206。左右还有最高的这个。那我们这边看山，我们这边看山啊，搞不完的。哎，这有三角点吗？没有。啊，七星岭的六星，六星是观海，六星观海，六星观海。好，我们到了东山车站，啊，也是高架化的东山车站。东山车站外面有很多有特色、美丽的雕塑作品。罗东车站看起来不像车站呢，哎，好，什么建筑？宫廷式的建筑。哦，宫廷式的建筑，好了。原来是我们罗东车站宫廷式的造型，在前站。宜兰车站的后站，应该是后站吧。
买了一张通行证，从后站穿越地下道到前站宜兰火车站的地下通道。哦，走到宜兰车站的前站了。啊，啊，这次比较特别，拜访宜兰车站是用走路过来拜访的，因为我们的摩托车放在后站，所以我们用走路过来拜访宜兰车站，耶。来，我们来到礁溪林美石盘步道。来，现在摩托车环岛队要来爬步道了。仙气，来，很有仙气跟灵气哦。来。不是妖气，没有没有。你也看过我的比你看樱花样的，哦，那就水了。还没到，过来点吧。我们到林美石盘步道，大家照一张合照啊，往林美石盘步道前进。潺潺水流声，这里是龟山车站，龟山车站是要看龟山岛的一个车站，对吗？对啊，哈，所以才叫做龟山车站。龟山岛最近的车站。哦，离龟山岛最近的车站，更正哦，大家都有用功读书。对啊，龟山岛被房子遮住了，这是没有工作人员的，有啦。有售票口啊，哎，这是龟山的候车亭，这是龟山的月台，也是一个很小型的火车站。龟山岛啊，不是啊，来到北关海潮公园，看着背后的龟山。大溪车站腹地太狭窄，
所以我们无法下车，都在车上拍一张。到了大溪车站，耶、yeah。来到灵鹫山无声道场，啊，因为今天星期一，所以道场没有开放，我们只好在外面拍一张照。来到芙蓉车站，从台二线将转入台二顶线。来到共寮车站了，我们小柯还是不见了，来了。来到共寮车站啊，每次来的时候火车都可以经过，啊，真好，哎。啊。来到双溪车站了，啊，这个，啊，双溪车站，好了，我们来到牡丹车站了。好，牡丹车站，我们进去看看。是一个弧形的车站啊，好。月台啊，漂亮，月台是一个弧形的。哦，阿桑，你要坐火车到呀？牡丹小车站前的巷弄街道，骑上了不厌亭。摸黑到瑞芳站6:03啊，已经天暗了，看不到瑞芳的车站的招牌。